时间来讲是比较不太可能回得去，但以郭彦文的这个球来讲，我们前面所就常常提到，当没有人出局或一人出局打向这种内野的平飞球的第一时间的判断呢，你真的稍微做停顿再做启动，不然你如果是看到击球员他有很好的击球感觉，你开始第一瞬间就转身做启动啊，如果是二垒手接到，你根本连回都回不去。是。迪萨姆是在接替了这个郑成浩上来投球，在前面一个半局呢，是让对方啊是一个变相的三上三下。这半局率先要来面对的是第六棒的郭建宇。建宇今天在前面两次的打击呢，一次是外的飞球，另外一次呢是想要来做一个偷点，差一点点出现内野。这个球走外角，打者没有出棒。迪萨蒙啊，送了一张老 K 给你。上来之后投出了第二次的三振。迪萨蒙上来做中继，面对几位打者哦，做外角偏低的近垒点，的确是投得够刁钻。三振掉了对方的第六棒，接下来面对第七棒的是黄世豪。大陆今天在前面两次的打击啊，也有安打的出现，另外一次呢是被三振。相较于前面两场比赛，这个各有一边呢，火力全开的情况之下，今天呢，其实在投手的部分就表现得比较好。嗯哼，这拉米狗已经进入到第二任的投手迪萨姆，但是第一任的郑成浩啊，其实五局投完，现在也是胜投的候选的，球队是一分领先。就两场来比赛来看的话，我想投手毕竟扮演的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今天两队的一个先发投手或是中继投到现在的确真的是投的都蛮理想，尤其是两位先发投手。看曾宗伟长得有点像艺人这个蓝正龙，皮肤也都蛮黑的，蛮 tan 的，我五官呢也都相当的清楚。不过今天蓝正龙，不，曾宗伟投的真的非常好。王昭的球数呢，一好球三坏球。这个球稍微等了一下，掉进了好球带。下一棒呢是陈志宏，今天也是有安打的演出了。本季两好球三坏球啊，大龙打得很好，但是这一次一个速球回棒落空。数据先参考着用，上午这球啊，管你三七二十一，塞一个速球给你，第三 K。哇，进垒的确是够违禁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球，球快过打者的一个中心线的时候，王少才开始做启动。这个球就算打到，应该界外球的几率是蛮高的。是。老米 girls 又换新装啊，准备要出来了。等一下比赛的后段，也要继续为大家来进行精彩的表演。两人出局，接下来轮到的是第八棒的陈志宏。今天在前面两次的打击啊，有一次安打，另外一次是内野滚地球。这球没有出手，好球进来。林东伟用球数相当精简的情况之下，要进入到第七局的投球是没问题。
少一篇外角的坏球。比赛我们在上一次的初赛其实也隔到一个月，上一次是在5月31号，6月份呢是完全是没有出赛，主要也是回这个美国去处理一些自己的事情。回一帮落空，再来一个好球。所以迪萨姆虽然将近快一个月没有做投球，但今天上来做中继哦，一些进了一点跟变化球的使用的一个搭配，都真的是投得很理想。本季对上兄弟相对了，迪萨蒙也从黄山驹的手中拿下了2场比赛的胜投。后援的部分呢，则是第一次面对兄弟相对啊，以后援的身份上场。这一球要被拉掉了，来一个145的速球。这个半局 KKK 连3K， 三个出局数都是领到了3振，3上3下没有攻下分数。